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， 晕行程的 K。 台场如同这天风格依旧是蜻蜓点水，匆匆带过。 K 已是第三次看钢弹了啊，哈哈哈。接着晚餐是居酒屋，且酒水无限畅饮，开心。食物马马虎虎，但酒水不错，有嗨。最后这天住东京巨蛋，城市气氛满意，夜景迷人，靠着窗趁着夜景把清景泽的啤酒处理掉。 K 仿佛翱翔夜空，不想整理行囊，只想做梦去啦。
Thank you.